就是犯罪，只要你有布雷是最不好的。第一孙是我们自己的徒弟，第二孙损伤死伤的都是孙子，我们这些老百姓跟军人，都是我们自己的国人。嗯、希望不要再次布雷了，已经都一直都在收起来。为什么台湾这个后方还要布雷？可是美军系统说它有一个新的系统，是只炸车不炸人的部分。只炸车，车也是有人啦。要是我们自己不闯入，那怎么办？那美国人他这是我们的土地呀、啊，为什么他不去不他那么美国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要美国叫我们部队那个地雷都死伤的是我们呢，不是他们呢、啊？阿贝，我想问一下，当时这样子踩到地雷的时候，是你有发现说那是地雷，还是瞬间他就没有爆炸？这个踩下去一瞬间听到这声音不是很大，蹦了一声，一声。就走了差不多两三步就倒下去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